子之矛，公子之盾。请问蔡英文总统，你还记得你曾经说的话吗？蔡英文在金门讲说，国家机器可以是这个事宜，但是他觉得要提出证据，因为当时他之前在跟马英九总统进行辩论的时候，他也这样子质疑过他。那如今好像角色对换，有点两套标准。对，你把蔡英文总统在十几年前，大概在十几年前所讲的话，重新放出来一遍，就对自己蔡英文总统所提的问题，找到了解答的答案了。他自己曾经大概在2012年左右，他对当时2012年左右吧，这个时间点，他对当时的总统马英九总统所提出来国家机器有没有滥用的问题，蔡英文总统当初是怎么提的，然后他提出来的解方跟妙方是什么，请蔡英文总统自己去回忆一下，他要求当时执政的马英九总统有没有随便使用滥用国家机器，有没有责任跟义务出来说明，这是蔡英文总统所提出的问题。所以我同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请问蔡英文总统，你还记得你曾经说的话吗？好吧，谢谢。现在很少人在办公室里抽烟吧，几乎不可能了。现在抽烟不是都要到指定的地方去抽烟，那时候也没有抽烟所以今天这个国民党团的这个爆料确实有点荒腔走板。我相信我们反正被列在那张单子上的人都很有感觉的了哈。我相信他们会做个决定吧。他们说你是在你的办公室被看到你在抽烟，您可以忍受开会的时候有在抽烟吗？现在很少人在办公室里抽烟吧，几乎不可能了。现在抽烟不是都要到指定的地方去抽烟？所以显然这个爆料的人他没有了解我们现在的要抽烟必须要到指定地点去抽烟，没有人在办公室抽烟的啦。